師傅，引翻就冇事噶啦，唔使擔心。師傅，我哋走啦。喂，點啊你？阿母啊，其出面仲行緊雷，不如你哋今晚喺度過一晚夜先啦。唔好讲咁多啦，我行，休息下先。大嫂。你覺得怎樣？我的感覺跟你一樣。大嫂，我會幫你的。你真的有信心？放心吧，我們家人我白髮和司令，只要你阿爸跟我們一樣就可以了。冇遇佢哋啊！周深，做咩啊你？做咩怕丑啫？我哋都就嚟夫妻啦。